廖家 ，CID 特别罪案调查组高级调查员，他足智多谋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如果我们换个方向来说，放开我！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干的，忠诚专一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现在这么做已经出卖作为一个执法人员的忠职。4月9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9:08频道。警徽天职三是由新加坡警察部队与以下商家精彩带给您。